持人李湘、李维嘉。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越淘越开心的特别节目。没错，因为我们要开启一个特别的节日，对吧？没错，这个节日呢，喜欢网购的朋友一定都会了解。好像一年了，终于等到这个节日了，就是11月11号。网购的朋友都知道，11月11号这一天呢，天猫商城呢，就是淘宝网的完全都是五折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就够了。就是因为11月11号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所以我们嗨淘网呢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做女王狂欢节。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装扮女王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嗨淘网上来给我们来互动，有可能呢你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在我们这么绚丽的舞台上展现一下自己装扮的魅力。是的，那我们嗨淘网呢跟这个天猫呢也是同步的，跟他们的美容馆呢进行合作。那所有的商品呢，亲们听好了，都是包邮的，而且是五折卖给大家。嗨淘网上的东西我们提前一周都已经瞄准了，你知道吗？是，除了要给大家最好的优惠的网购之外呢，当然我们提供一些装扮的信息。到年底了，非常多的朋友要参加 party 啊，或者是年会，那怎么在年会上 party 上才能锁定目光，成为这个装扮的女王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分享这样的经验。对对对，好了，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三位的评审老师，他们都非常专业，好不好？首先介绍的是来自时尚芭莎杂志的资深时尚创意策划人史岩，欢迎。今天呢，希望能够选出更多的装扮女王，帮助大家去做更明智的选择。选对你穿的衣服，其实就选对了你的形象。这位呢是国际著名的造型师，同时也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首席造型师老黑。一个女孩子穿着一件破旧的裙子，大家认识到的是一件裙子；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着一件时尚高雅的一件裙子，大家会记住的是穿裙子的女人。下一位呢是我们的中国顶级超模葛慧洁，欢迎。相信自己的态度就是你的时尚。谢谢三位评审老师，待会儿请你们给出非常重要而且中肯的意见哈，对，不要吝啬自己的这个观点。没错，刚才有说80位的时尚女生要来 PK 我们台上的5位明星，我们来看看这些时尚 girl 他们准备好了，欢迎他们入场，好不好？欢迎，掌声欢迎。那我们就要请出另外5位，我们今天请到现场要跟现场80位装扮达人 PK 的5位可爱的明星，他们到底是谁呢？一一登场，好不好？首先欢迎第一位。大家好，我是无敌百变老萝莉萌一。欢迎傅梦妮，可爱可爱。第二位是谁呢？世界上有什么永远不会变？爱自己永远不变。大家好，我是张文。好，我们有请第三位。大家好，我是传说中的好感女孩，我是张子萱。下一位。我一听朝着格格穿越到这儿来，争个女王容易吗？大家好，我是格格刘雨昕。啊，气场强，气场强，到底是格格。还有最后一位是女孩子，永远要做自己的女王。大家好，我是戴娇倩。哇哇，今天来了5位。非常，每个人的那个气质和感觉都不一样的，各型各款。对啊，各型各款全部到齐了，我们掌声再热烈一点，好不好？好开心啊！我们
们今天的五位，每个人的装扮呢都有特点。那告诉大家，你们觉得今天最亮眼的地方、最过人的地方是哪里？你先来。我觉得我这身装扮就是我用的就是性别混搭，因为现在像我这种比较娇小的女生，如果你完全走甜美风会很腻，嗯，但是你完全走那种中性风又 hold 不住，嗯，所以我就想要用重一点的鞋子跟帅一点的帽子来就是混搭我这件比较可爱的衣服。哦，好，戴娇倩。其实我来是学习的，因为我长时间在山谷里面拍戏，我都不知道现代的女孩子应该打扮成什么样。你平时网购吗？网购，网购，因为我们在山里面只能通过网络嘛。今天这一套是，今天这一套是我平时绝对不会穿的，因为来节目啊，因为要穿的隆重的，不是要穿的像那个现代人一点啊。哦。因为我平时我们在剧组的话，就会穿的比较踢踏。然后我觉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今天的这个皮带，它能够把女孩子的那个腰线啊掐的比较好。哦。就戴上这个皮带，会觉得你还蛮有腰身的。嗯。而且远远看像个大的蝴蝶结。哎。就是你得意的是你这个。哎呦，皮带的点睛之笔，对不对？好，雨欣呢？我今天是想把中性和女人两点都在自己身上体验出来。嗯，我会用到混搭和层次感。嗯，因为这个服装它扣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的腰身的设计会特别紧贴，然后把自己的腰身显得特别细。嗯，然后该翘的地方都让它翘出来。你的腰已经很细了，所以要把它的线条拉高，这样会显得腿长。因为它的扣子的地方在自己的中腰这个部分，所以会把腿显得很长。嗯，所以在这个衣服上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它旁边的这个黑色的这个条纹会让你的腰身看起来会比较偏细一些，就是曲线会出来。曲线会出来。你好有经验哦，这跟你平时就是自己经营网店有关系吗？有啊，这都是摸索出来的经验呢，不容易呀。为你这卖衣服卖出来，我今天才知道你有开网店。对对对，所以这些衣服能在你的网店买得到？对，会买得到，都是我自己网店的衣服。对，哦，打广告，打广告，欢迎大家。哎，没关系，没关系，今天来节目嘛，11月11号打五折，好不好？对，因为我11月11号也刚好是在那个嗨淘网，然后一起合作，然后做自己的，所以你也会给大家打五折是吗？对啊，身上这套衣服也是五折，脱下来卖了。哦，欢迎欢迎，下一位。嗯，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今天的亮点是什么，但是从我来的时候，姜文就一直说，哎，我好喜欢你的鞋呀。然后我想，嗯，应该是鞋吧。嗯，其实要我说我喜欢你的亮点是你的蝴蝶结，就头上这个蝴蝶结，还和鞋是一个颜色的。对，他用上他今天这个装扮加上蝴蝶结，包括鞋子的颜色呢，就会觉得特别的可爱。好，我们来看看这位白领。白领，有点像白领，对对对。然后而且今天刚好跟雨欣是形成了一个就西装的两穿法，对吗？我觉得这身服装它最大的亮点是在于领口。嗯，因为其实今年秋冬很流行几何图案。嗯，然后它用的这个是金属色，是金色的，和我外面配的这个铁锈红的这个西装也是一个复古风吧。嗯，应该算是。好，所以又不会显得太过正式。好的，现场我们有80位全国各地的这个装扮达人啊，那今天现场有5位可以上来跟他们 PK， 你们谁敢来？是是，对呀，啊，是不是有没有被他们吓到？因为他们可能气场有点强。我觉得应该不会吧，有可能预想更强的那种。因为今天他们刚入场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们那种强烈的气场，你知道吗？他们是80多个人，人是挺多的了。OK， 那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神秘人物，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们在这个比赛当中获胜，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奖品呢？各位亲们，元芳有礼了，很圆的方嘉译，简称元芳。两位李大人，元芳觉得有胆量的姑娘才是好姑娘，只要有姑娘敢上台挑战这5位明星，元芳即将为你送出由希诺品牌为你提供的价值158元的移动 iPhone 充电器，为你的美丽加油，为你的时尚充电。这位姑娘想要吗？想要就要上台。OK， 所以结束了吗？元芳，是的，两位李大人。好简单，对，把那个礼品留下，你可以下去了。对，好，我要照顾着所有的礼品。好，谢谢元芳，掌声，谢谢元芳。元芳带来的新入品牌 iPhone 移动充电器，多功能插头，能够时刻为你的手机电量保驾护航。想要获得这款奖品，现场敢于挑战的装扮女生们，就要按下手中投票器的1号键来参与。在规定的5秒钟投票时间内，按下投票器最快的5位装扮女生，才可以获得上台挑战明星的机会。
到底谁会踊跃的秀出自己呢？我们拭目以待。来，我们来请大屏幕显示出投票最快的五位是哪五位？32、17、19、61，还有六号。32号、17号、19号、61号、6号。欢迎。哇。对，哇。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王燕。王燕，你觉得你今天这身打扮什么比较吸引人的眼球？今天搭的裙子吧，是今天比较流行的皮裙，嗯，然后外面搭配了一个非常休闲的西装。他没问你，你想 PK 谁？张文。张文是吗？哦，okay，张文是，哎，今天你们也都穿的这种西装，对不对？来，我们来问问我们19号的女生，你呢？你觉得你想挑战谁？因为我今天这身搭扮比较欧美啊，欧美，欧美风，对，就而且有手包啊，对，而且我特意拿了一个手包，嗯，很有心机的，嗯，然后我想挑战刘雨昕，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她偏欧美，偏欧美，对，有点偏欧美，哦，会有那种风格，而且长相也是那种有点。啊，就是那个比较有立体感的女生啊，脸部长得，好看，而且她还有一个心机的地方，她今天戴一个蓝色的美瞳，对，就很混血，很混血，这位也太直接的性感了吧。没有，我觉得还算比较含蓄的性感吧，啊，就没有，因为像没有啊，像现在很多走秀直接都是深 V 或者说那后背，对，啊，像这个因为黑色嘛，一般都比较就是颜色比较沉重一点，像这个绑带我觉得稍微还是有点亮点，然后也不至于说太露骨的那种，嗯，我想挑战的话就张子萱吧，因为她属于比较甜美的那种，因为平常我是她的风格捉摸不定，嗯，我也是那种，我想看今晚到底是萝莉比较厉害还是御姐范的比较厉害。哎呦，御姐跟萝莉拼上了。好，接下来这位我是有点犹豫了，他怎么会那么敢那么大胆，还是按错了？不是，你这完全像我们平时的工作人员上班的，啊，你知道吗？对啊，你穿得很学生，哎，相对于其他的那个几位女生来说我穿的就很保守，嗯，但是她的心机在后面。这没有什么心机，对呀，啊，这没有什么特别呀，啊，就是这个外面是毛衣，里面是这个雪纺，这种衣服满大街都是啊。那我就是要在今天月桃的舞台上让大家看到我的蜕变。哦，你的蜕变，哦，对不对？所以你就是想让大家说我上来是这个样子，也许我待会搭配完就让你们眼前一亮。是的，加油。好，来06号，你呢？想挑战谁？想挑战傅墨咪，因为我特别喜欢她，然后我觉得她特别甜美。哦，所以你就不言而喻是挑战的是戴娇倩了，是吗？对不对？你是穿着戴娇倩出来的吗？没有人给我选择。哎，我们给你选，我们给你选。对对对，现在还有，好，我就挑战她，可以，啊，挑战戴娇倩，这么没有悬念啊！接受命运给我的安排。喂，戴娇倩，你那么高兴干嘛？挑战我，挑战我，怎么了？没有，因为她在现代人当中属于不会穿的，我在古代也是属于不会穿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属于同一类人。对对对，我，嗯，你不选我，我会选你的。好了，每个女生都讲过自己的搭配的经验，跟她们想挑战谁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正式挑战吧。是，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三位评审老师来命题，他们通过评审老师命题来做完这道作业，然后得出结果。而且特别残酷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有可能我们的明星会被 PK 下去哦，所以你们要做好准备。嗯，好了，那我们现在 PK 马上开始吧。那我们请老师出题吧。第一道题目，其实我们的题很简单，用蓝色和紫色，就是蓝紫色系去搭配一身派对装。哦，蓝紫色搭配一身派对装，就是你要去 party， 但是你必须要穿蓝紫色。第一轮比赛主题，我是色彩女王。五位装扮女生及五位明星需要打造出一套出席 party 的整体造型，而蓝色和紫色作为2012年秋冬的流行色彩，也需要各位女生在她们的装扮中有所体现。谁的搭配符合情景主题，而又在蓝紫色的色彩细节处出彩，就能在本轮的角逐中获胜。10人当中，只会有4人进入到下一轮。
刚才我们也听到他们的分组了，也听到题目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马上进行第一轮的 PK。 好，我们为大家准备好了很多很漂亮的衣服、鞋子、帽子，大家可以自由的挑选。开抢吧，来，有请。哇，刘雨昕刘雨昕你不愧是开过网店的梦妮，梦妮妮好像挑的有一些没有挑到自己想要的。我就想派对的话就尽量穿少一点了，就不用考虑保暖的问题。 好，大家要加油啊，加油。刘雨昕你第一个冲到那个了，但是你却现在却在犹豫，在想什么，你缺一个什么别的配饰可以搭到，然后鞋和衣服的颜色其实不是很搭，但是我在想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们给串起来。OK， 那你们慢慢挑，不打搅你们了。十位女生挑选完毕，来到化妆间进行装扮大改造，她们的进展如何呢？方玉萌被香香和维嘉批判的体无完肤，她怎么会那么敢那么大胆还是按错了着装土气毫无亮点，她可是非常不服气，卯足了劲儿要搬回来。那么我就决定呢，在这次的大变装当中呢，能够来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样一条黑色的小短裙，我想永远都是 party 的主角。刘雨昕的气场让人折服，挑衣服也一马当先，她绝对会有要出彩的小心机呢。女王做的东西一定是简约派的，很复杂或者很花哨的东西一定衬托不出来，就是女王的那种感觉。很女人的设计是这朵玫瑰花，我觉得细节决定成败。鞋我这个没抢好，没抢好。如果你想成为搭配女王，然后呢，紫色一定是和灰色去搭配，这是天底下的绝配，没错。那蓝色呢，其实是非常有气场的颜色。想成为女王范儿的女生们啊，你们都可以去试试蓝色。我们的戴娇倩也自嘲为大山里来的非时尚人士，哎，嘴上认输，心里可是憋着股劲儿的。首先这个外套还是蛮有女王范儿的，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应该是在柔美的外表下面有一颗女王的心。咦，这位女生挑选的衣服怎么那么像空姐的制服呢？就是我是属于那种腿比较粗的人，但是如果穿这条裙子的话刚好盖到小腿，然后还会就是显出曲线特别好看。各位改造的如火如荼，将会呈现出怎样的精彩呢？我们赶紧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目就是去 party 穿蓝紫色，他们搭配的怎么样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有请十位选手出场。Thank you.
话。是，观众朋友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嗨淘网打造的越淘越开心的特别节目。没错，那我们的节目呢要特别庆祝的是我们双十一的女王狂欢节，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现场这么多的女王。是11/11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就够了，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是五折。五折，赶快抓紧时间啊，赶快来选购你喜欢的产品。谁是？到底谁会成为今天晚上的女王呢？所以我们三位评审老师要好好的点评一下了。那我刚才呢，通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哎身上都有紫色的蓝色的元素啊，来站到前面，站远一点啊，漂亮的哇啊，很多女生肯定有点后悔，说刚才我为什么按投票起步快一点就可以上来变得这么美了。对，而且不仅美，很帅气啊，有的女生。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请现场的女生们来投票，你们觉得谁会站到最后？喜欢谁就按他的号码，好不好？大家把号码稍微举得明显一点，让大家投票给你们哈。三、二、一，投票开始，投出你们在这一轮喜欢的那一位，投对的话也有奖品哦。75位装扮女生开始了投票，这一轮如果她们选中晋级的人选，可以获得由嗨淘双十一非典品牌提供的美容大礼包。面膜专家森田药妆热销10年，荣获多项大奖的玻尿酸复合原液面膜，由杭州西湖龙井原生精粹的草木之心抹茶绿泥浆面膜，来自韩国首尔拥有抗肌肤氧化能力的 PF79 红参倍润蜗牛霜，远离干燥，让你秋冬的肌肤水润又健康。如此丰盛的奖品，赶紧投票吧，大奖等着你。真正的奖品，哇，太开心了。我们请老师来选出你们经过专业的眼光选出的这一轮的优胜选手，好不好？你们来宣布。我刚才看了一上，真是往这一站，我就觉得真是争奇斗艳呢。争奇斗艳。把这紫色运用的还挺刺激我的。那我想说一下七号，你的单品都非常好，旗袍都很好，鞋子你内搭的这样这个裙子，包括这个有钻山豹气质这个皮草，但是三件衣服搭在一块儿，真是谁都不挨着谁。混搭。没错，你这个混搭还真是挺刺激人的。没错，这也特别像土大款，看这种浑身上下之后那种珠光宝气的，完之后这个皮衣肯定特别的贵，是我们在搭配在当中的，实际皮夹克搭的时候呢，实际要一定要有款型，比如说机车夹克是很多女孩选择的，就是它有气势。那这种夹克第一是没有款型，包括你里面的链子，包括跟你那个所谓的夹克上面那个拉链都是特别重复的一些元素，包括你脚上那双鞋子跟你上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我想问一下戴娇倩哈，我就从那个深山老林里出来的时候，你把你的牌藏起来干嘛？对，告诉大家五号。就是我觉得戴娇倩特别可爱，就一看就觉得怕冷的女孩。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这绝对是个反面教材。我刚才那个选衣服的时候，反正我也没怎么选，然后其实应该是搭一个黑色的丝袜，又没有。你穿的都是别人挑剩下的，是吗？对对对。你真的完全是抱着一个学习心态，看看现在的女孩子都穿什么。对对对，看看那个山外的女孩子都是穿什么样子。戴娇倩，你知道你今天两方面输掉，第一抢衣服你就输了，对吧？你没有抢到最好看的，没有抢过别人。对，你的剩下的衣服穿身上。第二，你的装扮，你看你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个发型吧？啊，还要换发型啊？我们城里的人，不同的衣服也要换发型啊。对啊，他们有的人也稍微换。你知道旁边站，比如说蝴蝶结啦，对不对？有帽子啊、配饰啊什么的。而且你知道旁边站的是刘雨昕吗？你还真要跟他站一块儿，你知道吗？哎，这个女生是谁？哦，你们还要换头啊？好了，我们在现在看到了一种非常朴实的美。谢谢。实际我还挺欣赏二号的和张文。对，我觉得张文特别有，也是算有，就是在搭配上特别有心机的女孩子，给自己梳个那么干净的发型，完让自己的脸型那么立体，完了摆一个玻璃玻璃的，完了用一个黑罩给她照外罩照进去之后呢，她最有心机的是拿了个紫色的包包，哎，更有心机在包里面，包里面什么呀？紫色的口红，蓝紫色的口红。我不是去参加 party 吗？那如果说要是口袋里不方便放东西的话，实际上是拿一个手包，其实这是一个钱包，但是呢，外面它还可以放。放些东西。好神秘啊！镜子。
哦，就是蓝色的啊、哦。对，但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七号的这个外套给到我们的戴娇倩，我觉得说不定效果还是挺好的，是不是啊？你们俩可以换一下吗？真的有可能哎。为什么呢？嗯，因为这个有毛毛的更适合深山老林里面，这已经穿上了，对，已经穿上了，你看是不是？好看、啊，对，是不是？好看、啊，一下效果会好很多。为什么你没冲上去抢这一件？对啊、哦，对，没看到。你真的心目当中只有蓝紫色？对啊，对啊，因为老师说什么蓝紫色是那个。对啊，你这样穿的话，身上完全看不到蓝紫色痕迹。但是里面那个是。但是它、啊、那个是里面算深蓝是吗？对对对。深蓝，对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哈，我觉得有些东西呢，我们就好像今天一样，虽然说我们规定了蓝紫色是这个点，大家可能下去的话，每个人都会买很多的蓝紫色，然后去追所谓的潮流。但其实潮流真的不是去追的，是一定要穿出你自己。我觉得如果说戴娇倩换上这件衣服的话，一下子她的分数我觉得至少可以提高50分。对啊，是不是这衣服蛮适合她，真的我看到自己提高50分正好及格，因为这件那我就还想说三号了，对，我们的那个好感女生太好感了，对，一直安静的默默的在那儿，完全被掩藏掉。就是其实你穿的是蓝色刚才我们说的是最有气场的颜色，结果被好感女孩穿到了，真的变成了最好感颜色，就好像背着爸爸妈妈出去那个参加 party， 然后外面叫一件特别乖的衣服。而且你知道吗，它这个蓝色的面料可能会显得有点老气吧，这应该是妈妈的那种，如果没有搭配好有点像我姥姥穿的衣服。所以其实如果男生的话在 party 里面要搭讪像雨欣这样的男生可能不太敢，有距离感、啊、因为他真的太，就是说他会很惊艳，就是说男生、就是、尤其是他那个口红太红了。但是戴娇倩我是绝对敢搭讪的，戴娇倩你完全就是不是想搭讪了，就成为好朋友。对，你觉得谁还有谁会有男生有好感？这三个我觉得都会，就这三位，对不 对, 对，就是你的菜，就是说会容易搭讪的，因为他们距离感没有像刘雨欣那么强，比较亲切一点。对、哦、那边还一位空姐，那是9906号的。一说起来哈，9906号也挺可爱的。空姐那是怎么的？就是他这个白衬衫跟这个蓝紫色搭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包括这个裙子的位置算是高腰的，而且也挺有心计的，让自己的身材比例关系一下拉长了。但是我是觉得腰中确实缺点东西，如果有一个宽一点的就蓝紫色的腰带，把那个缝衔接的缝给它接好之后，可能会特别有味道。而且你也特别棒的就是涂了一个特别适合这套衣服的口红的颜色。它那条裙子好像本身就应该要配腰带的，对不对？有那个腰带的，对对对，那个因为没有看到腰带被谁抢走了？被抢走了。谁绑到腰上了？我想说一下，他就是元芳抢了，元芳抢了他的腰，有心机。哎，你说一个，对不起，我们的航班取消了，你说。十号妹妹哈，我觉得你应该出门之前应该在镜子照一照，这件外罩跟你的发型实在太不般配了。我怎么觉得挺好的呢？真的吗？你上前一步是吗？对，两个人因为这个头发上面本来是有配饰，是要搭发带走的、哦、一点的造型的哦。然后但是发带被人抢走了，对，发带被人抢走了。那我觉得没关系啊、嗯、对、嗯、就是其实你看他的头发是复古的感觉、嗯、但是有一个斜肩的，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人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正常款，可能是个一字领，嗯，但是他会把它变成一个斜肩，我觉得很好啊。如果在 party 上十号出现的话，我只是会觉得这是哪个跟班啊。对啊，我觉得还是不够有廓形，不够有气场，因为服装太过于那种休闲的状态、啊、对，还是看来两位评审的意见不太一样、嗯、对，这可能男人和女人的观点不同吧。那你觉得把那件蓝色的大衣给他穿试试会不会好看？把那个蓝色的大衣，这件蓝色的大衣容易吗？蓝色大衣好像都要穿一件，这蓝色大衣好像传家宝，没错，没错。那件蓝色大衣袖子非常瘦，里边的一件衣服是一个，对，你不用是一个偏无袖。对，如果这样的出现 party 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我觉得这样会更好看一些。这件蓝色的大衣，不同的人穿出不同的味道，真是啊。对，嗯 ，OK， 我们听完点评以后呢，大家就要给一个意见，给一个结果给我们了。我们十个人当中，我们只能留下四个人。也就意味着一大半六位都要离开，你们来宣布一下。
越淘越开心，提醒您，下节更精彩！双胞胎姐妹到场，一模一样的姐妹俩改造后，到底谁的亲和力更胜一筹？打厚一点，看看这块薄，你知道吗？上镜，这两边薄。对，打的也行，好像有一点奇怪。终极较量的什么题目，让维嘉如此大惊失色？啊，没错，搭配维嘉，对，要跟我搭是吗？没错。谁是最终技高一筹的装扮女王？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由嗨淘网倾情打造的《越淘越开心》的特别节目——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就够了。我们十个人当中，我们只能留下四个人，也就意味着一大半六位都要离开。残酷！你们来宣布一下。请一号傅梦妮，谢谢。他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不太完美的地方，可能就是头发，因为临时改的哈，这个发型有点乱。然后啊，腰带是吗？哇塞，你太牛了。然后二号张文，对。然后呢，请刘雨欣，对，气场女王，三位出场。哎，如果我说现在说把你们三位是分数最低的话，把刘雨欣请出来，刘雨欣会脱了高跟鞋甩过来的。如果把他们三个 PK 掉了，那我们就知道哇，女人跟女人之间心机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但其实这三位是我最爱的哦，恭喜你们全部晋级。我来说一下为什么，因为傅梦妮其实真的就是不愧是她的这个老萝莉哈，永远都有萝莉风，而且非常非常的有造型感，然后而且很有心思的，比如说腰带变成发带，包括胸前的那个小猫的配饰，对，都很到位。她把这种浅浅的薄荷紫演绎成这种年轻的活跃的可爱的老萝莉风，非常棒啊。对，然后还有姜文，我觉得虽然是用黑色搭配，但是因为是用闪亮的紫色，对，然后这种神秘高贵优雅演绎的非常非常的好，高贵紫就是适合你的颜色，试试把你的衣柜里边一半变成紫色，我觉得你会更加的吸引人。哇！至于我们的女王刘雨欣，对，真的真是我太爱你这个造型了，你的红唇绝对是全场最惊艳，虽然说你的裙子里边没有多少的真正紫色，但是呢就是这种紫是融在里边的，非常爱你的这个装扮，太棒了，谢谢。好了，我们现在三位呢已经取得了我们下一轮比赛的入场资格，来到这边休息一下。对，这边来休息、那就意味着接下来剩下的七位里面唯一一位可以加入到他们的阵容会是谁呢？好难挑哦。Okay, 老师们来决定最后的结果吧。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时尚的态度，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大家都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一眼目睹过去的时候，大家的变化是真的那么的不一样。如果我个人的态度哈，我觉得算七号是反败为胜吧。七号，因为我觉得是之前这件衣服脱掉的时候，我是觉得可能是在视觉上它更清爽、更亮丽。那娇倩，你容易吗？他把衣服给了你，他赢了，什么呀？他脱下来比较好看。我总是觉得一个人每次在变化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很多潜质在里面。之前穿上外套的时候，然后老黑给的，没错，老黑给的点评是最毒的，叫那个土大款，对吧？没错没错。然后衣服送给了戴娇倩之后，马上又脱颖而出。那各位评委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对吗？那其他的就要谢谢他们了。就要淘汰了吗？我不说，石岩你说。下一次欢迎你们还要再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好的，谢谢，再次谢谢，谢谢谢谢。淘汰的六位不要慌，你们还有我元芳，虽然你们淘汰了，但是每次的豆浆就要送给你们。在台上，我要特别送给戴娇倩，拿回山里吧，她能熬出现抹豆浆的味道。好好拍戏，好好取暖。好早，哎，就只有一台吗？还是每个其他的在台上都有是吗？在台上只送给戴娇倩。他们离开，暂时离开的就会有这个。是的，戴娇倩，你露出了最真心的笑容，到现在。因为剧组最需要这个，对不对？是的，是的，是的，谢谢。你真的好开心啊！这个好实惠啊！好好，谢谢你们，谢谢。好，谢谢，谢谢。好了，那如果刚才观众朋友们投这四位的票的话呢，你们也可以获得这样的礼物。元芳他们可以获得什么礼物呢？哇，姑娘们，美妆大礼包，三千元妆面膜，草木之心面膜，还有我们的蜗牛霜，谁答对了，谁选对了，谁？
哪有那么多人呢、啊？都选对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选对了好不好？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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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支持傅梦妮的有四票，二号张伟有七票，刘雨昕有五十一票，七号妙田，妙田甜甜也一票，只有一票。这个人的眼力很棒哦。但是刘雨昕确实是众望所归，对啊，人气最旺，五十一票。好了，接下来我们接受第二道命题了，好不好？好，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考试了。第二轮呢，我们要在四位中淘汰到两位，剩下两位进入到我们最后一轮的比赛。是，那他们临时要分下组了。对啊。怎么分组？哎，我觉得这样吧，我觉得他们俩挑吧。哇，你们俩挑要跟谁在一起？应该是弱者先挑吧。要不你先挑好不好？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位素人。对啊，观众的这个美妆的达人，对不对？对，由你这个权利给你优先你，你想跟谁一组？就刚刚挑战刘雨昕啊。所以你还想跟刘雨昕一组，对不对？你好有心机啊！而且这个时候你们是要合作的，对不对？不是，你知道吗？因为刘雨昕的人气很旺，就有可能他会进入到最后一轮，也就是说冠亚军嘛，对不对？好，来刘雨昕站过来，这样分组成功了哈。但是也不一定哦，说不定接下来你们的表现会很优秀，会赢得评委的这个青睐，是吧？就打一巴掌还要摸一下，都得鼓励一下了啊。OK， 那接下来他们要面临什么样的考题呢？我们来请评审老师。好，第二轮考题有两点：一，我想认识你；二，靴子。第二轮比赛主题，我想认识你加靴子。年底聚会和 party 增多，大家都想认识新的朋友，而着装体现的亲和力至关重要。本轮命题强调两组选手给一对双胞胎姐妹的整体装扮要有亲和力，同时也要用上女生秋冬必备单品靴子的元素。因为改造对象是双胞胎，所以考验的起跑线是一致的。究竟哪一组的搭配功力更胜一筹？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一轮考题呢，我们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登场。哎，这两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他们是谁呢？我们欢迎他们。有请，掌声欢迎 Reborn。好久不见了 ，Reborn， 还是那么的漂亮啊。因为大家也看到他们是双胞胎嘛，打扮都一模一样，所以两组。刚才的分队呢，就要为姐姐或者妹妹来打扮成刚刚的那个。我想认识你，其实是代表亲和力。靴子每年都会有不同的靴子的流行重点。那么按照你们的理解，去找这个觉得今年既是流行重点的靴子，然后又能够把它搭配得很好。但有一个点就是，靴子好像是太有气场的一个单品，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在派对上面，哎，让别的男生来搭讪呢？我觉得这个男生比较有发言权。嗯，那我觉得每个人的亲和力就是你打扮的不要过于刺激对方的时候，大家很有愿望跟你去搭讪。好的， okay 了，接下来看看哪组最厉害。来，刚才你是选衣服，赶快抢啊！雨昕又冲到第一个。Reborn， 你也可以帮他们抢，对。雨昕，你太像逃货的了。如果靴子是重点的话，我建议你们呢，其实可以从这个先选好靴子，对，多拿一些元素，多拿一些，然后去试搭。快快，最后十秒钟，我们倒计时了啊，十、九、八、七、六、五。两组选手带着我们的双胞胎姐妹进入了化妆间，这次由于是团队作战，组里两人的意见会不会有摩擦呢？东西太多了，一多以后选择性就很大，对，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抢时间，赶紧下去让他先一身一身试。反复的，看看这块薄，你知道吗？上镜，这两边薄，对，这有点近，这样的话稍稍有点近。妹妹说，她是属于比较活泼的，那我们就给她搞得不要太成熟，但是也是就是比较大方。会有一点奇怪，靴子怎么穿，然后它会不那么的强势？哎，因为靴子一定是皮质的，不要用皮靴再去配上皮裤，再去配上皮衣，那么你一定是让人跟你是有距离感的。大鼻子。咦？这一组是不是刘雨昕的气场过于强大了呀？同组的妙田基本上可是没有怎么说话呀。
很忐忑，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要有胜算了，我们觉得搭出来自己最满意的东西，就是不至于让别人觉得我们品味很差就 OK 了。你在去选择的时候不要选择那种过长的，那一般这样的鞋呢穿起来其实很帅很有型，但你想要让自己显得有亲和力的时候，还是远离这个高度的靴子。我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我以前穿的衣服可能就会比较偏女人一点，然后今天拿上了这些单品以后，我觉得很期待，我很期待他们给我一个全新的造型。啊，这么就好了。啊，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而且我觉得这种风格应该是我能驾驭的一种风格，所以还是比较期待。两组的成员呢已经准备好了，到底他们会把瑞蹦两姐妹打造成什么样子呢？蛮期待的，掌声欢迎他们。有请。然后这件衣服在哪抢到的？雨欣，我私货，然后完了以后鞋这些都是他们的。你还带了私货来？这个、就是我淘宝店的衣服。然后这个腰带呢，是这个衣服上配的吗？不是不是，这是我自己搭的。哦，自己搭的啊、哦，裙子。对，珍珠的小短裙。因为你知道这个粉粉的颜色，冬天穿上很暖和。对。然后呢，会给人很亲切的感觉，不会有距离感。对。这看上去很像那种粉红熊想抱一抱的那种。对。它的质地会穿起来也会很暖，嗯，让人觉得有一种那种绒绒的感觉。对对对。然后特意配上了这种小钻式的小桃心的这个做点缀，然后把它。头发散下来，因为它立起来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会显得比较干练跟严肃一些、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我说他这种风格挺好看、以后就会尝试。很好看，真的。问一下本人被改造的本人，你喜欢吗？我刚刚有穿完这套衣服以后，我就对着镜子就觉得可爱这个词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我身上闪现。就是已经很久没有用可爱这个词语用在自己身上了，几乎没有用过。这身装扮我从来好像都没有尝试过长这么大、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哦，原来我还有这一面，原来我还可以可爱。好，我们来看看妹妹。我们希望说这样配出来一定要是她自己，一定要符合她自己的个性。还有我们就是选择红色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在中国觉得红色是一种很大方的颜色，比较喜庆，有亲和力这样。然后这些设计也都比较这种线条就很简单。羊毡绒的面料其实是在冬天的话是会比较能够那个驱寒，所以即便它是一个风衣，就手会露出来的话，真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万一要真的冷了，可以把手缩进去。其实这个口袋是特别深的，对，整个手伸进去的话是特别的保暖。而且那个它是红色配金色的鞋，对对吧？暗金色、对，有项链，然后鞋子、手表都有暗金的混搭在一起。对、还有就是为了就是感觉不要那么随意，就给他编了一个这样的发型、对。 OK， 在我们的评审老师呢开始宣布结果之前，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他们两组的这个作品以后，你们究竟喜欢哪一组一些，然后投票来决定一下。 好不好？投票开始。好，我们可以看到粉红色的这边呢是一号，姐姐。大红色的这边呢是二号。同样你们投中的话呢，待会儿又会有另外的新的奖品送给大家了。没错，11月11号有大奖送，同时呢也可以打五折，大家要记住了。是，上天猫就够了。没错，上天猫就够了。75位装扮女生开始了投票，这一轮她们如果选中晋级的人选，可以获得由嗨淘双十一沸点品牌提供的美容大礼包。
天然矿物泥浆打磨而成，六个月沉淀，还有一罐的芋泥方面膜，来自原生态高山区花窑，不添加任何防腐剂、香精，矿物油成分的纯天然花窑花，护肤套装5000公斤玫瑰花瓣，还能提炼1公斤的何博士玫瑰精油，河北大西洋深海鳕鱼皮提炼的何博士法国进口胶原蛋白，从内而外让你青春又美丽。如此丰盛的奖品，赶快投票吧，大奖等着你。3、2、1，投票截止。这个时候呢，大家保持好你们的意见，我们来听听专业评审会给我们结果。好，姐姐呢，她出来以后我眼睛一亮，但是呢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整体的造型，我觉得会可能会比较臃肿，我会投给妹妹。妹妹啊、哦、妹妹会比较简洁干净。对、嗯、我想问一下那个雨熙哈，你要如果改行的话，我想收你为徒弟。因为我觉得可能天生除了给自己打扮以外呢，你有下意识潜意识就会知道这个颜色对一个在电视也好，在生活当中它的跳跃的程度，包括粉色的这个鞋子这个就明度的变化，那我觉得粉色加白色就特别经典，特别的让人觉得亲和力超强的这样温婉的一个女性，而且她特别可爱的就是没有把头发盘起来，还是这样温婉的卷发。妹妹这边呢，红和黑也是特别经典的颜色，但是那双鞋那我觉得粉色的也超过了这双。我投票给姐姐这一组。我必须说说原因哈，对，从这个整体搭配上来看的话，其实姐姐这边呢，其实整个虽然说上衣相对是比较蓬松的，但是它非常巧妙了用了这个材质的搭配，毛绒和纱质和雪纺的混搭，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尝试哈，在颜色上面更加的充分的显现出来了这个亲和力的感觉。姐姐的这一身靴子跟整体的搭配非常的合适，那我觉得妹妹这边的确是稍稍那个靴子腰啊显得有点高了，然后这样的搭配下来呢，会没有为自己的这个腿部的线条有加分哈。嗯，妹妹的靴子往下窝一下看怎么样效果，对，窝下去，对，不对，那个感觉不对，大家喜欢窝的还是喜欢不窝的，这边长一点窝一点会好一点，没错，其实很多细节真的挺重要的。但其实像她这样的装扮的话，如果是一双高腰的，比如说到差不多膝盖上下的，然后高跟的靴子，对，可能会更适合。对，请帮我的马车。要说亲和力，还是姐姐。对，没错啊，所以姐姐这边在这一轮获胜了。对，又是雨欣和我们这一位七号的选手。对、嗯，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场的各位达人朋友，你们有没有选中，好不好？如果选中的话，我们还有奖品送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姐姐47票，妹妹22票。在这一轮选中的姑娘们，你们将获得的美妆大礼包是芋泥坊面膜、花瑶花金银花卸妆油和护肤品套装，以及何博士玫瑰O2精油胶囊和何博士法国胶原蛋白。恭喜你们！雨欣跟我们的7号选手留到了最后。对，那我们要谢谢这边，他们也可以获得纪念品吗？算你们淘汰了，但是每次的豆浆就要送给你们，也是豆浆、啊、也是这样。恭喜两位进入到我们最后一轮的 PK 啊，最后一道题目，那我们得难一点好不好，各位评审老师？没错，我来出最后一道题啊。好，我们这一路走过来，搭配就必须有搭有配，听好题啊。在1分半中最快的速度选择一套服装，最适合搭配维嘉的啊，没错，搭配维嘉，对，搭配维嘉这套衣服是要跟我搭是吗？没错 对,、啊、对，1分半中，其实3个字就解决了，情侣装。第三轮比赛主题，谁与维嘉最登对，评委极限命题，难度再度升级，让进入终极较量的两名女生在90秒的时间内现场挑选服装，极限搭配，与维嘉形成情侣装的装扮风格，谁的反应更为迅速，眼光更为准确，较量一触即发。两位美女跟你搭，我们1分半的时间想好了没有？准备好了？计时开始。对，加油，快。这腿长的就是不一样啊，我雨欣每次都能冲在最前面。对啊，直接雨熙哈，我觉得真是算长得好看不说，抱歉，非常有戏。他已经拿了一件最跟他衣服最搭的一件衣服被他拿走了。哇，雨熙，你拿那么多衣服，你试得过来？还有最后10秒，
你真的不愧是自己开网店。大家一起来，九，先拿了再说啊。七，雨熙，你的货上的差不多了。雨熙，三，二，停止。两位进入到终极较量的女生，开始了服装的挑选。为了与维嘉形成最像情侣装的装扮，而他们之间谁是最终的装扮女王，将会交由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网上投票产生。赶紧参与我们的投票互动吧，还可以获得精美奖品哦。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现场激烈的比拼吧。来，到底谁的装扮会跟维嘉最配呢？哎呀，我也想看看。我去把他们一一请出来。好啊，好啊，好，来，有请。啊，来，哇哦，还蛮搭哎，搭吗？身高很搭。好感人。来来来来来来来，佳佳，你有没有过就在生活中女人为了你然后特别要打扮一下，然后所以我这一刻都管他们要哭了。谢谢节目组送给我的礼物。那现在呢，我们就来问我们的评审的意见，你们觉得谁会跟他更搭呢？跟佳佳？我很喜欢雨欣的这一身搭配哈。嗯，对，又很优雅。嗯，然后高腰短裤和他的这个有彼得潘领的这个小上衣。然后呢，我觉得最经典的是他的那个暗暗的花纹和维嘉，其实还真的是很搭，有然后蓝绿的感觉啊。嗯，对，颜色其实也都很登对。对对，嗯。二号选手，我觉得，哎，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边抢到这一身，真心的不容易。对，对，我抢不过他，他确实就是抢到这一身就穿上了。对呀，啊，但是黑白配真的很不错。然后从材质上面的这种搭配混搭，然后再到他自己很有心思的加了一个这个，对，把头发丸子头，然后梳起来很活泼很可爱。对，跟维嘉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其实是在走所谓的这个气质登对型。啊，刚刚跟维嘉走出来的时候，真是觉得王子跟王菲啊，我觉得还是让人觉得就眼前一亮。嗯，啊，二号选手呢搭的就是像沈岩老师说的，就很快的就是搭了一个这样的皮短裤跟这件，嗯，有就像渔网似的这件衣服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搭不搭？我觉得我留保留意见。所以评审老师呢也就只限于点评，他们也不会给结果，因为呢我们要把这个通道开放给所有的观众朋友，让他们来点评一下，好不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嗨淘网呢，我们的社区来告诉我们，到底你们觉得这两位谁跟维嘉最配呢？如果我们最后选中了你成为我们幸运的观众的话，我们就会有奖品送啦。怎么参与这个活动？元芳，终极 PK 的结果将由网络投票选出，现在各位登录嗨淘网社区参与本期装扮女王的投票，即可获得20元现金券，在嗨淘网购物立省现金。如果你支持的选手票数最多，那么你还有机会获得希诺品牌iPhone 移动充电器一个，本周一共有30个奖品正在等着你，赶快登录嗨淘网社区投票吧。好，赶快投票吧，说不定呢你就会中我们的大奖了。那么今天呢是111111月11号，嗯，那也是我们特别的一个节日，购物狂欢节嘛，没错，所以大家上天猫就够了，对不对？全部五折。对啊，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开放这样一个大家可以互相分享装扮的这样一个节目单元。今天我们要特别谢谢雨欣，也谢谢我们的装扮达人来到现场。哎，是不是赢到最后的冠军会拿大奖？是啊是啊，终极获胜的装扮女王获得是魔头服饰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服饰消费卡，10000元！哇，10000元，可以买好多东西啊！不耽误大家上天猫花瓣一下淘东西的这个时间了，好不好？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嗨淘的特别节目，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谢谢。Your life, your life.
究竟谁才与维嘉最登对？终极 PK 的结果将网络投票选出。各位现在登录嗨淘网社区，参与本期装扮女王的投票，同时还可以获得奖品哦。到底谁最终是本期的装扮女王？决定权完全开放给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踊跃投票。越淘越开心，下期更精彩，装扮女王 PK 第二场，众多时尚装扮女生挑战时尚明星塔丽娜，知名模特蔡珍妮，美人心计周慕音，精彩较量，教你最前沿的时尚穿搭术，现场惊现红人鸟叔，大奖继续送不停。电视机前的你也可以登录嗨淘网为他们投票，并获得丰厚奖品。锁定下周五晚，越淘越开心，谁是装扮女王？